大家晚上好，小伙伴们晚上好。这集的话是新的系列哦，金币坦克篇哦。那金币坦克篇的话，今天的主角是这台哦，八级的金币坦克哦 ，S2 哦。OK 哦，我们直接进入战斗哦。我们来看一下，就它该怎么玩哦。那这场的战斗的话是十支援哦，是一个八级场。OK 哦，我是一个小队长哦。OK 哦，那我们就直接往 C 点这边移动哦。然后对方的重型坦克的话。OK 哦，奇奇怪怪哦，就不念了哦。我们直接往 C 点这边移动哦。对方的话是一台中型坦克 ，OK 哦。我们这边的话是两台，基本上我觉得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哦。OK 哦，不管我往前走，我们是一台中型坦克，就做我们该做的事。OK 哦，往这边走，去发现对方哦。哇，这台直接上来了吗？他那么勇敢吗？为了占领个 C 点 ，OK 哦，不放过哦，上去了就别下来了哦 ，OK 哦，主机哦，他 ，OK 哦，我们摆一下角度，他跑了哦 ，OK 哦，他跑了，我跑不掉了吗？应该 ，OK 哦，被我们小伙伴带走了哦，占领 C 点，干嘛那么着急呢？OK 哦，这边一台虎式哦 ，OK 哦，这样哦，打他哦，OK 哦，八级房的常客152哦，基本上很多人喜欢拿这台来娱乐哦。今天他不能娱乐了，我们火力输出哦，打这台哦，我们进攻哦 ，OK 哦，152哦，他想走哦，我们想办法不让他走哦，我们火力集火他一下 ，OK 哦。OK 哦，让他跑了，我们注意哦，不要让他跑远哦。基本上他在备量的情况下跑不远，他就是没什么希望了。我们直接把他带走，回头了吗？队友回头了、哦。我打到他一个履带哦。OK 哦，他装填哦，装填就不理他了、哦。超前移动哦，这样哦，然后回头哦，射击哦 ，OK 哦，打开一个肾上腺素去追着台哦。RHM OK 哦，这台哦，换成一个高爆弹哦，还不走吗？我都来了，他是没发现我吗？还是干嘛 ？OK 哦，这样哦 ，OK， 对方一台重型坦克哦 ，OK 哦，他基本上放弃了吗？他想要和我交战哦 ，OK 哦，我们就和他进行一个对抗哦，把他带走，剩他一台而已哦。OK 哦，这样哦，正面一样哦，他的头和装甲很好，往后退哦，带走。OK 哦，我们来看一下打多少伤害，很久没玩八级房了哦。OK 哦，打了2719的伤害，然后，对，2719，没什么被集火 ，OK 哦，赚的钱倒是不少，10万哦，金币车的魅力哦，赚钱哦 ，OK 哦，来哦，第二场哦，看一下是什么地图 ，OK 哦，王朝明珠哦，一样哦，八级房哦 ，OK 哦，对哦，八级哦，没有九级坦克哦，一样哦，我们先来看一下配置哦，对方的话 ，OK 哦，三台哦，两台轻一台重哦，两台轻一台重哦，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一样哦，那我们就往 C 点那边走，我们 C 队哦，然后对方是三台重型坦克哦。OK 哦，因为鉴于他们的重型坦克是七级哦，基本上我有一个想法，我往 B 点这边走 ，C 点让我队友卡 ，OK 哦，队友一波流哦，非常好。我们 C 队友坚守岗位哦，我最怕就是A 点这边又会有人 ，OK 哦，他们竟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玩法 ，OK 哦 ，C 点快速占领哦，很好。快速占领的前提下就是要被我发现哦 ，OK 哦，射击哦，OK 哦，这台哦，这台来到这边哦 ，OK 哦 ，surprise 哦 ，OK 哦，哇哦，集火吗？OK 哦，没关系，我让你集火。
OK 哦，我的小伙伴没有压制他们哦，然后对方一波流的话是一波到很彻底哦，不理我小伙伴直接玩，直接进攻哦，我小伙伴正在等一个安全威慑机哦。OK 哦，没关系，我们来看这场能不能取胜哦。OK 哦，这场还是有希望哦，因为对方一波流的话，中间就是慢了下来哦。有的打哦，OK 哦，对方一波流就是冲到了混乱的节奏。我们这边的话，队友的话还能反应过来吗？可以哦，OK 哦，8.8哦，8.8对一个核动力哦，OK 哦，我们的虎视还在卡，这边还有的打，OK 哦，还是有的打哦，OK 哦，没。没穿的话，这场就很好打了。OK，我们德古拉来了。OK，又没穿哦。德古拉再支援一次哦，帮忙带走。对，非常的好。OK，这场我牺牲的话能接受哦。对方一波流归一波流哦，可是对方一波流没成功哦。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优势哦。OK，非常的好。OK 哦，8.8这边哦，扛住了所有伤害哦。OK 哦，我们8.8 MVP 哦，来看一下我伤害有多低哦。OK 哦，796哦，还是能赚钱哦，很可爱哦，这就是金币坦克的魅力哦。OK 哦，这边哦，这两台是高手，我们的8.8 MVP 哦，高手哦。OK 哦，我们来看第三场。OK 哦，第三场的话，卡斯提亚一样哦，八级房哦，没有九级坦克哦。OK 哦，那这场的话没有 ABC 点哦，没有 ABC 点的话，我们就来就是进行一个左边哦，打左边好了哦。对哦，像小伙伴说的那样哦，去对对方的中型坦克进行一个带走的动作哦。OK 哦，全部往这边走。OK 哦，我们的驱逐坦克想要上山哦，可是基本上我们这边没有重型坦克去那边给视野哦，基本上那边的话不会被点亮哦，比较难哦。OK 哦，希望我们爬上去的小伙伴没事，希望他不会被发现哦。OK 哦，我们来这边哦。OK 哦，对方的152哦，251哈，251在这边哈，输出哦。OK，网络有点卡，我们等哦。这台251没有要退吗？对，好像没有要退的感觉哦。输出哦，打他哦，支援队友，然后往前走。OK 哦，他还在输出哦，直接把他带走。OK 哦，刚刚是看到对方的152往上面爬了，OK，我们等一下哦，等消光哦。OK 哦，看见对方152了，输出哦，把他带走，不要让他想下去了。刚刚，OK 哦，另外一半的话在那边，OK 哦，这边有一台，我们去保护我们这台 NK1 哦，我们去对对方的 NK1 进行一个。攻击哦，OK 哦，他没走，他想把我们这台中型坦克带走，OK 哦。我们看一下，他没走啊，我们进行一个输出哦，OK 哦，这样哦，他上来哦，输出哦，他是有一个炮塔的哦，OK 哦，他很坚持的卡在这边哦，OK 哦，你还不走吗？OK 哦，装填哦。OK 哦，输出哦，打他哦。他又在进行一个装填哦。OK 哦，25哦，完了。252U 哦，输出哦。OK，我们等一下。
打他、哦。OK， 我们队友在干嘛？OK 哦，OK 哦 ，KV4 刚刚撞他、哦，把他给带走了。OK 哦，剩这一台哦。这台 NK1 呢，火力很好哦，只是说伤害不是那么大哦。OK 哦。我们的 KV4 有优势哦，看队友怎么打。OK 哦，这台哦，我们的队友这台没血。OK 哦，OK 哦，他想上去哦，不要让他上哦，卡他哦。你只要不要让他卖头就行哦。OK 哦，卡他哦。OK 哦，四炮，把他不要打他的头啊！OK 哦，小伙伴支援了哈、哦。我们这边这台 T49很欢乐哦，还在到处的跑。OK 哦，来到身后，好好瞄准哈、哦。哇哦！984，好开心哦他OK 哦，他好欢乐啊、哦、984一炮 OK 哦，带走。对方剩一台驱逐坦克哦，这台的话应该是挂机吗？对哦，挂机哦。OK 哦，挂机的话没有挂机哦，他有开炮哦，我们 NK1 的话被带走了哦。OK 哦，它的位置大概是这样，在前面这边哦。我们来等我们的 T49 宝宝哦，就对对方进行一个集火。OK 哦，发现对方哦，在这边哦。OK 哦，还没反应过来哦。596哦，好欢乐哦他。OK 哦，等他进行一个捞哦。基本上这台没救了哈，就等我们的小伙伴装填好。OK， 我要跑了，你怎么跑得过一台轻型坦克啊？OK 了，OK 了，小伙伴打得很欢乐哦。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打了多少伤害。OK 了，这场打了2494的伤害，然后小伙伴这台哈很欢乐哦，拿了 MVP 哦，给他一个棒棒哦。好啦，那我们再看多一场，看还有什么地图哦。OK 哦，葡萄园哦，葡萄园的话，OK 哦，我们打一个 AB 点哦，我们不进城哦，因为进城的话基本上会比较被动哦，我们打一个 AB 点哦。OK 哦，往前走，示意队友打 AV 点。OK 哦，我们的46去进行一个占领，然后我们的这台1390在这边哦。然后对方的坦克的话 ，OK， 他们在 B 点那边进行一个占领，火力输出一下，OK 哦，我们往这边移动哦 ，OK 哦，发现对方的32，火力输出哦，这样哦 ，OK 哦，这台哦32在这边哦。火力输出哦，把他们逼退哦。OK 哦，优势来了，我们示意队友进攻哦。OK 哦，有人在城里哦，我们往这边走。对哦，有人在城哦，蛮多的哦，我们往这边走。OK 哦，这台想要跑进城了哦，瞄准哦，射击哦，对比点进行一个占领哦。OK 哦，积极进攻哦。OK 哦，这台 NK1 在这边哦，
打 NK1 哦 ，OK 哦，占领完就打 NK1 OK 哦，他想要跑，我们等哦，输出哦，把 NK1 带走。OK 哦，这边的话有人对我进行一个集火 ，OK 哦，带走他哦，T32 哦，进攻哦。小伙伴别发呆哦，输出哦，把他带走 ，OK 哦。四台在那边哦，我们这边有四台，我们示意队友坚守岗位哦，这场能取胜哦，不要鲁莽就行哦。OK 哦，对方都在加，我们这边的话两台驱逐坦克，血量是有优势哦。OK 哦，这边一台哦。OK 哦。我们等一下哦 ，OK 哦，对方啊，打他哦，把他带走哦，OK 哦，队友在支援我 ，OK， 我们现在分数是有优势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上来哦，我们等他上来 ，OK， 我这边还有一台哦，不理他哦 ，OK 哦，他不赖我们上哦，瞄准哦，射击哦。OK 哦，小伙伴在对我火力的支援OK 哦，这边的话上来了哈、哦，瞄准哦，打他哦 ，OK 哦，哇哦，好危险 ，OK 哦，看能不能多来一炮，打，哎呀，时间到 ，OK 哦，这场打了2844的伤害哦，然后一样哦，赚了很多银币哦，10万哦。OK 好，其他的话命中六炮，协助的话是1557哦，自己打了一个2844的伤害哦。OK 好了，那今天金币坦克篇就是8级 S2 为大家演示到这边。那喜欢我的小伙伴可以把我的视频看完，多多支持我，然后留言告诉我你把我的影片看了，你们的观看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哦。那下次的话会再为其他的小伙伴介绍就是其他的金币坦克，然后就是。怎么玩会比较好，然后怎么玩会比较欢乐哦。OK 哦，好了，那今天这期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观看。